大批中美洲移民持续朝美国前进。29号，有数百个人跨越了墨西哥和瓜地马拉交界的河流，当局也立刻派出直升机来驱离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关心，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我是蔡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我们再会。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。我是蔡文。美中两国贸易战恐怕继续点。智利一场职业足球赛中，一名球员庆祝自己射门进球，直接跑到场边向观众席上的女友求婚。带您快来看看。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我是蔡文，我们再会。